Hello 大家，真正传播2023年举办的原创歌曲选拔赛呢，好快4月16号就截止啦。好想鼓励呢有创作的你，都藉住呢个平台可以分享你的作品。今年的主题是专主为大，好希望透过呢个平台，我哋可以真係去交流我哋其实喺可能喺一个咁动荡嘅时代，经历咁多嘅变迁，甚至可能发生好多嘢，我哋都好难去接受同明白嘅时候，我哋点样依然用我哋嘅生命去宣告依然嘅去专主为大呢？咁係啦，期待透过呢个平台我哋可以有咁样嘅交流。我好开心系今年嘅评审之一，期待喺呢个平台里面见到大家。